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我是谢伟仪。2018年开始呢，许多新的法规都已经开始生效了，而新税法更是民众最关注的话题。那么新税法与以往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洛杉矶的核桃市华人协会为此特别将在本周六举办一场新税法的讲座，欢迎有兴趣的观众朋友踊跃参加。核桃市华人协会将于20日下午2点到4点，在核桃市老人中心举办2018年税法讲座，主题是新税法对生意和个人税务的影响。邀请4位资深会计师讲解最新税法。讲座将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包括双重居住状态该如何报税，海外收入该如何免税，如何抵扣海外已付税款，海外资产如何申报等多方面话题。主讲人包括中美会计师协会会长邱静、副会长刘欣，以及2名经验丰富的资深会计师黄露玉和黄杰峰，他们也是热心服务社区的核桃市华人协会理事。讲座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欢迎拨打电话询问报名方式。中天频道编辑报道。